气捞下来，捞下来以后，先向这个外三里贯，在内三里贯，再起来以后，向那个印堂贯，向太阳贯，这叫捞气。这个叫低，哎，这个不要太低。这个捞月，把月亮的精气捞下来以后，是这个样子的。腰是直的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腰是直的，坐下来。对，他对着太阳穴，他对着印堂，这是捞月。那个望月呢？望月是蹲下来，这个腿是弯的，这个腿是直的。对，大背相交，看天上的月亮，眼睛要看天上的月亮。我们好多人坐了就根本就还望在地下，你没把望月做清楚，就这个东西要懂，要懂它什么意思。在那个前六十四的那个看水，看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雁在天上飞，飞得口渴了要喝水，在天上没有水呀，它就在天上飞，看哪儿有水，哎，看见了有水以后，在飞的水面上，飞的水面上再拍水飞翔，在水面上拍飞，那就叫拍水飞翔。要把每一个动作的意思要懂得，你就做的就更好，晓得吧？嗯，因为有你不知道，你跟那个望月，要望天上的月亮，我们都没有望，都这样子，那就不对。